琼林村它的一个地理位置主要是位在于金门的一个丰腰地带，也就是金门的正中心。它的组成分子是95%以上是单一菜性为主的同一血缘的一个聚落。因为整个工商社会的演变，农业跟渔业还是具有一定的成分。琼林村它有丰富的一个人文背景，它的家风跟它的礼教的传承，在整个祭祀的方面，把它的信仰跟宗族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它比较具有它特殊性的传承的一个背景。闽南文化在琼林村这个地方展现出它既有的一个文化传承或记忆的传承。这边就结了婚哈，结了婚就是那媒人要要订婚的吼，啊人人去通结红茶。啊，阮妈伊就提讲，啊，做都爱做好这囡仔弟才会水啊。啊，问题啊，这囡仔从出世间一个日就一顶，一个日就一顶。做东西就常讲的。因为人讲诶，诚心有得报。我只有一个观念而已，就是说，在我知道、我听到、我看到的，我最起码我关心的就是琼林这地方，我都希望他们家里很平安。对神明，神甲灵诶相通以后，你才有法当去理解这代志。只要你爱用心、爱专心、爱虚心。这座有大产品，但大产品在，不是等你出来用啊，都是要按照阮国内来。我从细汉就定是伫这土著的了解，你看伊这制作的许，所以这制作我讲明我从真早。就是少年。我八点半十七岁，我拍拍记录的。咱人就是安尼，就爱安尼老，哦，咱爱人好是大家好，一个人好无效，哦，大家好，那好到顶。传统技艺的保留，在在的。充满了他每个时代、每个时代所传承的他的使命。身为琼林子孙，住在这里，我以这里为光荣，以这里为荣耀。
啊，我原本是金融公司那班啊，毕业，啊毕业咱百姓的工课不要做啊。你武功这两班是有我信息的，像讲公文箱、办公桌，有导游的，啊，都要做。啊，这百姓的吼，像讲百姓的咱是普通有寸尺，吼，什么厝，或者商务厝，高阶厝、七家厝、户龄厝，有大小间的厝，哇。也都一模同，大景大景的也都一，大景的迄个无同款，你讲城坎嘛无变大，大景有大景的城坎的尺寸，啊，迄种有就是讲未晓未晓的，啊未晓就去有拜师啊，拜叫老师傅在晓。你平常时你一早早时啊吼，是做啥物石头啊？做处长啊，做窗门啊，做窗子啦，做面层啊，耽误了加固了这个啦。啊，即摆是无讲继续做了，但是小块的吼，我那去咁做面层做独哦梳妆台啦吼，啊面层啦啊水面台啦，啊即款哦。不堪重案刀，哦，大刀，啊，过来就是碗刀，夹不刀啊，夹不伊啊。你感觉做对为对干呀？吼，你做的上欢喜啊？做啥上欢喜？啊，我做错物件无人嫌啊，无人讲。李老板也是讲派啊，因为做有信用的啊，做信用的。我安尼做就是凭良心做哈。我甲人足多人讲，你以为我无好，你工作要我做，我安怎去做？袂使讲给你好人做，给你好少做，凊彩做做袂。我按照期间给你做，咱人就是安尼，就爱安尼老哦。咱爱人好是大家好，一个人好无效哦。大家好，唔了好斗阵哦。我的人是安尼啦。正对这对的部分啦、啊。我较早是拢在做豆包啦，啊，就是对点好啊。张大，阮姑啦，阮那姑是阮那姑做啦，当年啦。学大拢学啥物功夫啊？一直去，一直赢了用手下，个汤啊，较早古时个汤啊、门啊，都以前对个作品啦。以前学开始教我啥物基本动作？叫你口口先教这一些，有哪有爱晓啊？啊，三头三尾啊。这下来没有你的三大三宝啊！无干那做迄啰狗屎的料。无，狗屎最多的。哎，有你做到这样，到时无的时候，我来做上。我七十几年，前几年天老板了，我就带背下天青钢架，所有学校街街啦、天宝啦、等道啊、等做啊、能做龙潭啊，我无啊，我才登入最上。做完个做那条，只能拍一条，该遐大块就对遐大，我袂去偷。这第一条无偌多钱嘛，我继续我旅游下哩，你袂使去，咱偷遐这是第一条。
你要做的时候，你无必要弄，你爱用伊个农具，你用你无，较早是无钱用，所以讲你做来用，一定用。啊，你若该拍，该换，我用，我用 Q 的是吗？几岁儿童水啊？二十岁。嗯。哦。哎，二十岁就做。哎，做到六七十年啊，七十。啊，以前做陶醉是树林环境的关系，啊，卡落去做做陶醉嘿。迄阵啊，讲做陶醉的人哦，是家庭较艰苦，去学西啊，真艰苦，佫无钱，钱少。哎，都能支架，哦，啊，能支架，能洗衫，迄阵洗唔头，真好，啊，我六年洗衫支架只六年，六年啊，啊，迄阵较艰苦，所以啥无人要做，砍就砍嘛，砍山，砍金华，小金，迄个砍山嘛，小金，啊，不管就这花钱，哎，金门做迄阵咱两个。正教的师傅。啊，像一般按就是掠花啦吼，比如像恁掠这双螺厝啦吼，大概一天会当掠几种？那就看师傅。看师傅。嗯。我迄就大间厝啊，我介迄阵学。对我三点做一种少年，我八点半十七组，一天哦，嗯，拍纪录的，嗯，十七组，啊，有的两个，偏偏阮迄条师傅，有的两个连十五组啊，啊，迄卡手慢，那小工也关系，小工也着关系，哎嘿，小工内行哦，会伫斗干活，啊，无内行的就要了。不是采油，春耕都无吃。诶，师傅，像一般咱金门山的厝啦吼，一什么厝你感觉上歹起啊？什么厝歹起呢？啊，歹起都啊都啊都矮窑起的人大部分皆差不多松啊。三界龙够歹起。三界龙都啊都都大个，遐较侪都侪人侪人去哦。三界龙较歹起上怪啊。啊！你个边个讲，去租厝经都会啦。嗯。啊，租厝经挂楼也真多呢。哦，在那拜顶呢，哦，挂楼也太多呀，对。哦，拜顶在后头两个挂楼，啊，在那啊两个挂楼，哦，挂楼真多呀。啊，好啊，也要做，啊，都也要做。哎，什么厝都也要做。啊，我什么做都做到，啊，做差不多，提薪的参照啊，啊，大家你我都做到。
啊，细汉哦，远哦，看人咧扎啦，啊，就家己去学扎啦。迄阵十几岁啊，啊，十几岁啊，迄阵也无车吼，啊，拢行路，天无光就行路去后埔去卖。后山规乡计拢下下较济呢，遐老好啊，遐上计计老去啊啦，无遐拢计计下。像阮即阮个也正计计下啦。嗯啊，过来，阮遐祖孙因嘛有那下，阮一兄嫂嘛有那，旧年咱无在，旧年无在啦，一寡山啊，什么迄落摕来好我，啊摕好我嘛无在啦，啊是有去叫阮金妈来教啦，大哥豆豆在啦，你是，啊在一寡人啦，要娶新妇啦吼，啊像阮迄孙要娶啦，啊在一寡去奉茶。嗯，安尼是较先去买。迄阵做祖囡仔无去人家学啦，都是去看看吼，啊，带家己偷偷学田学田呢，拢安尼呢。较早拢安尼，去人家佚佗吼，啊，有许祖囡仔伴因老母拢专门咧扎的，啊，去带我就偷偷家己扎家己用安尼是。啊，那我结婚我全无扎啊，带囡仔全无扎。差不多两年前，迄阵阿秀叫阮金妈来教，我就加减要伊斗教安尼先。吼、哦，啊大件吼，就是人啦结婚，啊四大人伫甲新妇添花，哎，安尼先。啊，一个人就结了花哈，结了花就是。那袂人许要订婚的吼，啊人呐去通食红茶，吼人呐去看新娘去许食啊花啊亲情茶，新娘啊就一年结了花，一年大结，哼一年结了花啊一年春，哼三年，哼啊我是无冲春，我无在春。哦，插头好听哦，拢插伫遮。那迄阵啊，新娘娶来吼，人体的拢插伫遮，有创者叶啊，甲叶啊头毛插咧较会调。一定爱一对，我定啊创一对好啦。这时候你插不着的不着格，叫做不着格。哎，啊那迄啰吼，过年咱那咧采豚啦吼，啊咱来甲换，嗯，甲换啊，搁甲换新嘞，啊你不做伊头壳的。那前迄阵我来，我有邀遐人啊吼，啊，阮妈伊正爱迄落定讲啊，这是阮外家阮兄嫂迄阵伫当做。啊，阮迄阵邀遐人啊，伊有做咧得好运吼，啊，阮妈伊就提讲啊，做都爱做好这人啊，地才会水啊。啊，阮遐遐人啊，从出世间一个日就一顶，一个日就一顶，定做啊八九月哩。迄阵我都无互阮兄嫂，迄阵我就该有做啊。像迄阵二十几岁啊，我就该学做啊。我若去做客，看阮兄嫂咧做啊，啊，咧做伊做怎啊做？哎，我若讲啊，你许，你做一定爱一个样板的嘛。啊，我拢叫伊呾加一个样板好啊。啊，我样板在，我个就该做啊。我若看阮兄嫂咧做安尼啊，啊，我迄阵伫厝无代志，靠人秀枕头啦。
我阵有咱奶厝地人秀金头，迄阵阿平哥哥要买吼，我有那地秀金头啦，秀金头捡钱来做也好，啊嘛无呢，那看伊为火啊，那看伊来啊，看伊都安尼伫室外。无啊，只厝边哪有人死人啊？要剃头，我都以我真正做一张，互人去剃头去用。照风俗来讲，这是最叫做满额无啦。哦，做满额，咱啊讲，迄啰做满额，外家要来做，都做一张无有啊。这叫做满额无啊，这是四月日嘞。那四月日伊有一刀尾，伊有一刀挂尾，就叫做四月日啦。啊，剃头就这张啊。哦，啊，恁剃头都已经都离开你才有剃头啊。无剃头是咱家己治的，咱家己爱做爱治。啊，外家伊是满额，迄日才来咱做的。就爱在地一顶无啦，啊，较早较传统，哦，啊，地一顶无出来，就搁在养来山来插草，啊，就用培养啊，养来家己啊，哦，啊，养来插草，啊，就养来远远啊，来行咧，就有草啦，摕一丛搭插伊，伊无啊，然后念伊讲插花插草，讲见人抱见人，早起囡仔惊想念咱啊，唔妨抱有哦。嗯，啊，迄阵的风俗较迄落准无啊啦，啊，迄叫做阮叫做道啊。道啊。即讲啥？即那四个日落情况较有道来啦，较会用转变啦。即个意思是就是安尼啦。啊，即个是你收哪用的呀？啊，即有道啊，即一道伊就破只颔棍啊。啊，即个道是下只巴肚啊。那这无吼，大波查某骨是个个做做啦。啊，衫有啊，衫大波的就做较大迄落啊。啊，你讲头，那阮头前的生一个查某的，啊，伊外加四个礼拜来做，伊就来做一件乌的来好来。啊，伊讲迄件乌的来四个礼拜，互伊穿要来互伊头面顶，伊讲露在生小弟。吼，露天人你讲换乌在生大波，啊，伊就做一件乌的来好来，伊就代表下头就爱生大波。这迄个十二公分啊，咱这迄个六公分的够长拆开吼，啊，这十二公分的要拆吼，就捡，像我这边就捡安拆，这边捡安拆吼，啊，这条我无牛，我唔敢加长啦，啊，这边都这边拆过来平平啦有无？这留一条像留安尼无？啊，这都换这边，这都卡起来一条啊，哦，一摆咯，你看。卖了再会处处有送一些，就刀较早时的夹米的刀，就是有几两个鱼。啊，咱听安尼夹有，都有几两个鱼。啊，阵就是阵这块布就是安尼啊，拆起来就变安尼啦。我本来讲这边吼，这边车先捡落车，啊，再留一刀，留一刀就是讲留一刀较长的。啊，再翻身来换这边留一刀，啊，伊拆落伊就会。办安尼啦，车去办个伊都安尼，伊都有两边啦。要烧啦，十九普渡，阮爱烧做啦。啊，这叫做啥米？水米，这是茶米啊，做米啊，啊，佫有茶啊。啊，要安怎配比嘞？啊，比嘞就六包米，十二杯茶。啊，若摆要好啊吼，像讲咱若烧金烧好啦，差不多要烧起来，咱只落来歇咧才能烧。啊，来创个一喙啊。菜啦吼，啊饭啦，也淡薄仔计掺伊金香烧啦。那是伊要
上机的时阵要上人进前，主人就先甲相向甲讲，看要问什么代志，先甲讲，然后我再来做抓头。这加卖三张，这三张，啊三张这安尼咯，是的。是嘿，哎，这人啊，这人啊，就爱骑骑的。我安尼啊，然后搁再三张纸，三张纸落去，三张纸落，再搁三张纸。三张纸落。啊，这个三条仔，这个三条仔，啊，这个三条是三条狗的，啊，这三条仔，哦，安尼落去就是许吼，安尼再安尼，安尼这火点了，火点了，这点。伊迄头前，囡仔教好请，好请，阮要请伊出单，要请伊出单，海带长龙军讲，今日有人要请教了，要请伊出单，才点了个十三年，啊，点了十三年，然后再来，伊即块伊也要去做的，即个才过十三年，啊，迄道道迄道有那十三年，啊就路就开始做呀。像讲因要起动，白军收到，啊，另起宝剑，才给我传的。啊，因若退架了，我就来甲收收的，收收的，若有胆就爱拍。啊，等咱阮，我就是准备，就迄阵讲的，就准备遐三第一个三准备的，因遐要起动的物件啦，白军收到啦。哦，啊，保健练习啦，先准备遮啦，遮个人爱先准备个啦。啊，即边我嘛是先传遮呀，啊，传遮甲关三阿哥。啊，顶我方讲那是关三阿哥啊，派三阿哥老接啊。啊，头有那就该传，那么顶我方就该传严密。哎，严密个定爱传嘞，该传严密啊。啊，才有哪关切三下个，无起动进展就爱关三下个。所了解里面的话，如果说属于这种庙务的仪式的部分，庙务的哈，点燃上忝的。有时我在处理这个点燃的事情，要处理三天，要分派三天。一个就是说，你今天开始那边要准备要点燃，准备的仪式要请示老板，好，老板会祭祀，会给你一些祭祀，但是因为祭祀很多，因为每个按部就班的话，一次大概要60张，所以要分三天。啊，让你逐步去做，做完以后再来，像他准备的东西，他会慢慢拍，然后你慢慢去准备，然后真正开始那一天要去处理事情的时候，哈，你就按老板，第一个就是按所谓我们的一般道士法师，他有一个程序啊，你按照他的程序，这部分需要老板出价处理的，他这边就会起价处理，啊，不用老板出价，不用老板起价处理的，道士处理，按他的安排的行程，今天这部分要紧油，好，老板要去处理啊，哪个部分
今天晚上哦，晚上要请油，哎，隔天什么要安柳，要买那个地契哦，这也是需要老板啊、哦，去，啊，等老板来，两个点要去，第一个就是那个井油，那个安宁井油，安宁井油要去，啊，个戴中国，戴中国要去，哦，啊，个一个要吉林。协助外公庙的那个采集啦，然后电安啦，反正这些都一样，都要的。协助外公庙的老板他会去，我们也一定会去处理。第一次，然后如果在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热闹喜酒、上天宫嘛，哦，是一定要。然后定恒啊，然后人家的那个架火套啦，哦，还是井油啦，这些老板都必须去。原则上是要一年一次。因为这个就跟我们现实间一样，你今天军将派出去以后，你要让他休息啊，所以要把他换回来，然后你旧的你新分派的那些兵将把安的以后，你旧兵将要把他请回来。景游他之前老板的指示，就也是在他们家起驾以后先交代事情，就是老板他巡看看家里有哪些地方有问题的，会先巡，会先交代。交代完以后呢，他们就开机油店，机油店他们就会把那个，一般邻家的话，像那个大福啦哈，然后这个柱啦、梁啊，这个角反正有那个内里面通外面的有洞的那些，全部都要贴糊，全部都会过境。所以井油很单纯，你如果说觉得家里今天好像感觉很废弃，那比较单纯的，就是井油也不用法师啦，对，要鸡童去帮忙井油，把家里净一净。细汉的时期哦，因为文公哦，伊有一长老，是村里的长老。啊，村里长老啊，就是讲啊，你这做的时候呢，伊就来，啊我就去看伊来。所以从细汉我从细汉就定伫土著伫了解，伫看伊伫制作的许。所以制作我讲明我参与的真早，但是你讲。真正得做的那段时间是我出社会了。民国四十九年那段时间，四十八年那段时间我就无读册，就业啊。那段时间就讲我有时间就参与。完你结婚后，那个二三个月，连我民国五十一年我开始做一阵啊。老官是有，但战内官无。因为那阵人问这个吼，问这个要改有这。毛猪啦吼，毛个个啊毛猪啦，江西罗毛吼，罗毛江西是直直讲正直讲啦，啊罗毛是羊啦，啊这个有啊，所以这叫引导，这引导爱多这站的，侬需要多一站，哎还站的人吼，引导该要是两个人啦，啊站的人边仔的人会才到站的嘛，从只要你爱羊念的你啊。你个念嘛好开晓，迄个，唔是拄啊两个人咧晓啦。这种，阮这个吼，以前以后就过安尼来是开晓啦。有会看，有会看无啦。引导，我过去这边引导。唱个另外一只，啊，但是我唱个时阵，我已经啊唱二三十年，啊，我就听，那要就听些个。那你，我那引导，那当然你，
每站的过程，你通了解嘛？啊，了解你就晓呀。啊，就像做雷声来唱雷声啊。无，我着拜祖的时间，我着闻到这张我看，拜祖的时间过教的，一头教一头晓，提晓啊！我唱好听啊！啊，我这个像第一天我着拜完的时祖，我你到我后要我这张我看，我第二拜拜外些祖，迄个较晓较简单啦。阮当时的是时祖。啊，一个时钟啊，拜过后，第二拜拜华西庄，迄个较简单，就较无人啊。啊，我学学学，就是讲，当场训练，当场了。像我咧唱哦，啊，家伊倒啊无啊，啊，我唱我伊怎啊看？我这是，啊，你听我怎啊唱？你要注意者。啊，再来换我，换第二拜哦，我换我唱，我唱伊无啊。啊，伊啊讲。你唱这条，这点无事哦。祭祖的这个部分，我们就讲琼林，以琼林的春秋二祭为例就好了。它整个从它的一个祭典的一个仪式的一个仪轨，跟它的祝文之中，我们再再的展现说，它在礼祭上的一个既有礼制的一个传承，跟后面先祖在祭祖的过程中所要交代后代子孙的一个家训家规方面，他在里面其实都会用他的祭品跟仪轨来展现出来他所要交代的一个家规的一个实际上的意义存在。礼祭的精神主要在于他的，因为一般的大三县里啦，它主要在于出现，我们就所谓的备生仪来行出现礼，备鲜果来行雅献礼，备资圣来行所谓的中献礼，在我们的祭祖仪式这三点也都充分的展露在我们的祭祖仪式仪轨里面。再来的一点就是我所谓的家规跟家训，因为他怕以前的官宦世家，他怕他的后代子孙养成他的纨绔子弟的一个风气存在，所以在我们的神龛底下规范着我们的平早时间永嘉起，就是用最随手取得最当下的时令所取得的一个东西来当祭品，它不养成你子孙的一个纨绔。就所以你在我们的出现礼里面，我们有所谓的行献金汤包，其实就是白包跟米粉汤，然后在雅献里面你会看到行献金汤枣，它就是所谓的米香汤来配我们的寸枣汤，金门的小茶点，其实那就是以前庶民生活的一个零食。在中县里它会行我们的行资圣，就是白饭配茶，对，这点在不论在它的家规的展现面跟礼祭的展现面，其实是整个礼制都贴切的。以身的一个培训过程，讲正格的，因为在我们
我们宗族里面这个礼生其实它是没有所谓的特殊的一个新年过程，因为我们秉性的我们穷人蔡家子孙身上所留意的 DNA， 所以以前我们的老一辈就告诉我们，老师就在你的眼睛，老师就在你的耳朵，不懂就看，不懂就听，再不懂就问。所以我们的整个传习的过程其实就是这样子，从小他是鼓励你来参与祭祖的一个程序，自然而然的从祭祖的程序之中，你所产生对先祖的一个感动跟缅怀，你自然而然要由内而外的产生对他的一种感动跟兴趣，你才有办法去学习他。琼林的民间信仰，你应该要讲说他的民间信仰其实在整个跟金门的各大自然村不一样的是，他在于把他的信仰跟宗族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他有所谓的各房各住，他的所谓的信仰神跟主神，然后进而从这个各房各住来拆他所谓的组织分工跟工作分配。所以在琼林在探讨他的宗教信仰，我在想他应该最大的特色就在于他跟宗族紧密的结合。我成为神医的是在就是这一次整个琼林村的一个采集啊，应该在94年的时候，94年开始采到了95年。它整个采集的过程一样，琼林村的一个采集的过程，不论采集的过程或神医的衔起过程，其实都是通通由神明来主导。陈明他下降的时候，他自己来找。好啊，当然了，也无从拒绝，也不能拒绝。他内心上也不会所谓的抵抗，所以就是显起之后，再经由一定的戒规，然后再加上一个坐禁，坐禁的一个锻炼过程，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信念过程，然后就成为神医。当然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说，要用科学的眼光来论断玄学的东西，那是必须要说服到自己这一点，也要克服内心上这一点障碍。很多东西，玄学的东西就是这样子。我的手管太多的，太多的。啊，佮有外乡就是，要即款，阮王爷去要出家看的吼。啊，落车那边砍那计嘛行。要结个成功，我的手砍太多的。中下人啦，起先是中下人先砍，啊砍的再小件砍三摆。祖山又看一摆，也叫我的手去的。啊，阮去普通路啊，讲财神了吼。啊，我又本身就落架脚步，落行，安尼落行脚步。啊，你若讲诶，阮只做一礼拜是还好，毋免行伤忝。啊，你若做三日咧吼，迄逐日嘛都，逐日嘛都行。从个食饱啊，七点外来啊，就行啊，十点啊呢。啊，如行等于讲个，就爱放饼，就爱放五爷厝，伊逐日都落靠滚，逐日都落拜安尼。啊，阮在西顶当个安尼。即摆带亲戚都是王爷父爷先，伊下出来你都从个你看一箱，伊看一箱，你都爱去看。
啊，迄阵你学有那是有啦，有看你，我有那起架啊，看你的手落下，啊，开金门下落去，落个打七千啦，爱打七千啦。等于讲诶，即个，即咱这门卡卡吼，迄个创个七粒，迄个，咱讲种路啦，创个七粒种路，啊，种路你落河团泡好只粒粒，安尼，啊，一个迄个先，即款盐米是。盐塞的吼，香料啦塞的，啊，即开始开了往遐打出去，都搁打遐，要即款即落迄清清楚，才算标准，算会及格。第两日去，你即款即落往遐呐，讲个感觉啊，小只俩吼，中午讲个。较杂啦，啊较垃圾啦，才有电风啦。阮了顶有穿白裙手套啦，无迄款大啊吼，啊这白裙安尼。啊，阮计脱只脚袂使穿鞋啦，一边夹乌领啊，一边夹咸啊。啊，有那更比站啊。教头就上个今年。哎呦，这个是连平海事的，安尼有来，伊来问，地主来问，啊，市民甲讲的，你即间迄会使寄有来安尼，再甲订地址互伊寄，啊，订了个甲伊就过来征油。啊，阮哎呦，当天迄天就是政府讲的。因为头一天就是，这个吼，我听的是老文咧讲吼，以前在先辈遐咧讲，伊讲偏南吼，就是真奇怪一个现象，就是讲你无管几个机动吼，看你大家是一个至两个尔，无讲迄种大家了看你，大家了，因为咱看你的时阵，伊迄个字会笔位，每一项王爷写出来，拢这个笔位拢无相。有的是写字落去拼的，有的是在你的反应，看伊的字，拿出来讲，咱你看象形文字安尼，吼、哦，在迄种迄落你心里的感应落去迄种迄落，因为即讲起来啊真迄种迄落，唔知要怎啊讲法，主要就是讲你有一点心对神明，但由于就是讲神甲人。两个会相通以后，你才有法当去理解这代志。我阵嘛是甲因讲，只要你爱用心、爱专心、爱虚心，去这种迄落、这落落去迄种看。但是阵讲一句较许，这就是机缘，完全是机缘，唔是讲你有法当人强求的。这样问你家己学习也都有够。第两方面，你经历了也都够；第三方面，你也都会真专心、真诚心。啊，因为啊吼，迄阵就是讲，我迄阵头拄啊讲，所讲讲都爱累积一个经验。你因为你这种倒头啊吼，顶个拿做一个医生先生，你都爱注意几点？头点，你都爱目睭爱看，吼、哦。第二点，耳孔爱听，听人来请教的。是到底是你是一直讲什么好？有无？第三点，你就是讲心都爱专。第四点，你落笔的时阵，都爱整理伊的文句出来。伊交代，伊绝对袂交代讲真迄种个咯。伊是笼统，会跟你讲，啊，但是你爱整理，
自你凭你家己诶那个意念，你爱整理这个资料出来，和这信徒看一个都会了解安尼。最早的时候，我人去伫庙内底，啊，就是讲每一，即个阮就是最早就是二月初七甲十月初六嘛，吼，阮是做即个算讲公妈祭的，吼，阮唔是叫做春秋礼节，阮是叫讲公妈祭神迄种落拜安尼。阮一个阿叔啊，吼，伊就是负责迄种落即个即个祖师内底的这种制作呀，吼。伊迄阵是伊同伊伫办理，因为以前无讲真正讲专门的即落图书馆嘛，吼，伫读册文的这個，啊，甲迄种迄落雷声遮吼，全部吼是临时，就讲时间要到啊，真知。啊，通知你无个人吼，你来徛倒头，你来读作文，你来啊，唱那吼，这唱那声是固定的，我那阿祖就是固定的，迄、那个我就叫阿祖的，哎，伊这个吼，伊是专门伊就是伊咧唱那，啊，读作文迄阵都因为读册的人少嘛，读册的人少的时阵，一定都叫老师嘛。八里山哦，炮战，我以前在台湾，我是去分配伫冈山中学啦，啊、哦，冈山中学。啊，反正我这个迄阵当时阮老爸吼，因年纪增加，因七多岁啊，啊哩做事，啊做事我就初中毕业了，我初中一二年高中毕业了，我就去冈山中学啊，啊就大了，啊阮老爸都改一个，啊哩做事，啊所以我小弟也伫读书嘛。啊，所以我就放弃那个鞋，我就给我弟弟他们去求鞋了哦。啊，我帮在家里帮我父亲种田了哦，这安尼人啊。啊，你种田，我父亲当然是也是算求一个长老嘛，爱定来制作哦，啊，我定陪来嘛。啊，早是一个迄清河蔡清河老师的，这阿伯的厂，哎，一年龄啊，差不多六十几岁。啊，伊就叫伊教我，啊，阮阿伯就甲我讲，哎，啊，你这样。啊，对因对啊，无啥子啊，你都爱来甲土工做这代志，哦，你来甲人家创，啊，所以在迄我们的阿伯伊就煮些物件伊教我，我就来甲创啊咯。我的金门用微金门主要咱皮，我求你有制作有大产品，但大产袂在，唔是等你出来用啊，遐路做官。哦，红的实在晒，我再一块晒。所以，我就给大要大，就是要按照阮国内来。我即阵也去买一个迄经过，咱讲说这是经过大陆传过来啊、哦。因为大陆迄阵文化大革命啊，讲废，啊，阮有保存的资料哦。但我们这组穷的就大概是分春秋两季，秋季是二月农历二月初七哈。哦啊，秋季是咱农历是十月初六，哦，但是阮这座中间，中间有分头庭甲二庭啦。啊，从头庭是这始祖，阮十七龙宫啊，二庭是伊是这龙官祭，对阮青山宫吼、哦，这开始做。嗯、啊，但这座事先阮要想每一季有二十名头家啦，二十个头家，这头家是结婚再晒哦。啊，结婚啊，结婚再来做头，再来入这个新婚铺啊，开始喷油做头，
啊，但要这这要这做开始日头计时间两礼拜前，我都爱叫流口了。我讲有责任感啊！我做你嘛是嘛有责任感，我想来教，我一定要做好势，无做就袂用。即有想有要训练你几啊新的，哦，差不多是二三十岁左右，甲四十岁来只。无后摆断层了，啊像咱若无对，啊抓不都唔知有人当地，啊那拢双数来讲，我若无对，啊都根本杀无人。哦，啊像你若像你。像你若过世时，我也伫外口对嘛，哎呀，电话我都看大，啊无都无人处理代志啊，所以一定爱传承啦，一定爱传承。